2004年我们协会主办了亚太蘭花之后，结合了当时的一些政策，例如说台湾蘭花生物科技园区的设立，然后输美国蝴蝶兰可以附带栽培介质等等的一些扩展的措施，所以说蘭花产业，尤其是蝴蝶兰产业，可以在过去的将近十几年时间，不断的保持稳定的成长，大企业也都陆续的投进了这个蘭花产业。